是蓝色码头的。带我去过，刚刚跳过去。靠码头了。这蓝色码头。下船，不是上船，下船了。我也要你放啊。哦。摇摇晃晃的，摇摇晃晃。摇摇晃晃。摇摇晃晃。在哪里上船，就在哪里下船；在哪里下船，就在哪里上船。啊，蓝色的。OK， 好臭油哦，臭油味道，油的味道好浓哦。我们的一号码头啊。来这边帮我拍照来。好摇晃哦！是非常的，值得各位珍藏。是周华健的情人。OK， 好了。学生，哎呦，错过了，真的就是你的损失。请你把它珍藏回家，感谢你，全部都是原版，这里买不到山寨版哦，特别跟你说哈。而且里面的《听见堂的美》获得台湾三个大奖，非常优良的三个大奖的作品。妈妈想看一下，好来，欢迎你们支持把原版真正台湾的音乐带回家。谢谢你，少数民族的16个族群，16支的族语通通不一样，请你把它带回去，不是只有一个高山族，所有的高山族都不一样。